今天终于有海鲜可以吃了哈、哦，本来要买的哈、哦，然后被他们说不要买，买什么买？我家二姨打电话说去他家拿，熊哥也打电话叫我去他们家拿，那我就看我今天能白嫖多少哈、哦，走。阿姨这最高拉挂去了。你要去靠近哪里？嗯。好了，哇，好漂亮，黄瓜，哦，这个好漂亮，炖汤嘎嘎香哦，龙头鱼，哦，这个好大，没有，哦，没有那个，咱们白要钱，多少就是多少，真的，说是白嫖，但是我真的不敢，都很辛苦，必须要赚。这个如果我们去城里买的话，起码都是要1000多，基本上不要一头 OK 啊，米粉，还有李子，熊手，要啥一过来就带这么多东西，没事。你今天捕了些什么？今天捕了些些虾，还有一些些九鲨鱼。哦，好多虾呀！啊，对，九节虾，做些虾带回去吃吧。哦，我虾我不要，我自己有卖虾。啊、那等下那些九鲨鱼带一点回去。啊，小鲨鱼我喜欢。知道你爱吃龙头鱼，那个蛇头鱼。啊、哦，我喜欢。还有那个蛇鳍条节黄瓜鱼，都是好东西，你带上。哎，你称一下多少钱？这个不要，你都当那么多东西过来给我吃，我还有意思说啊？那这个我就真不拿钱了。对呀、啊，那我走，谢谢、啊、谢谢。啊啊啊今天的收获不小哦，放冰箱可以吃一个月吧。这些鱼，我叫他们晚上一起过来吃饭，就牛尾，我们晚上炖个汤，兰花晚上拿来蒸。OK， 开干。你看这个，我刚才就是手抓一下，你看就直接这样子的呀。处理的时候你们要小心。哇！这种鱼汤我们只加盐，什么都不加。出锅。哇，一汤啊！是的。这个鱼，干嘛的？今天每一只都很肥，都是自己家挑出来的。嗯，你这个兰花蟹吃起来肉比较鲜，比做这些还有好吃。你做这些要好吃啊？嗯。我有点跑跑啊。你看。都是肉，真的很饱满。嗯，都是肉。啊，每次剥到这个肉，做妈妈的都会给小朋友吃的。螃蟹的腿腿。嗯。这个没有骨头。你要不吃这个，好好吃。这个是龙头鱼啊，嗯，拿出去炸，好肥。骨头我不吃，我只加了盐和料酒，什么都没加。他来所以越说越好。我都说了要在村里开饭店，嗯，好多人都想来。这海边特有的，这个肉什么没吃。
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开海了，欢迎每一个人来我们海边吃海鲜。